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特殊的人，而是像普通学生一样严格自要求自己，精益求精，然后紧跟老师的节奏。我也想通过学习，通过获取知识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。风雨不如一天，天天如此，接送12年。他能考上这个自然二的成绩，我也欣慰了。